各位亲爱兄弟姊妹早安，今仔日是圣日，咱个三甲聚集，咱要三甲敬拜主。现在无论你是伫厝内，还是伫礼堂，拢请你起立，咱要三甲来听主的话语。以后咱要三甲祈祷。圣经的话安尼讲，恁应当欢欢喜喜侍奉耶和华，欢畅的到伊的面前，就充满感恩进入伊的殿门，满嘴阿罗进入伊的院啊，就感谢伊，称颂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本是美善，伊的慈爱存到永远，伊的信实直到万代。咱大家人阿头，咱来三甲祈祷。阮感谢听阮的主，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你的名是应当高举的，因为安尼你的百姓今仔日就是三甲聚集分散无散的所在，总是真啊归荣耀和一位的主。感谢阿罗主的大听，感谢主的恩典无尽，感谢主引带伊家己的羊群，感谢主甲阮大家。现在恳求主用你圣经的宝血洗清去阮，和阮做分别为圣的百姓，要来圣坛面前献上诗歌的祭，献上基督的祭，献上听主道理的话。求主你家己悦纳你的百姓的献祭，愿主的名得到高举，愿主的名得到一切的荣耀。感谢阿罗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阿门。各位兄弟姊妹，请坐。咱现在要来三甲阿罗咱的救主，咱三甲开声用圣诗来阿罗主。
现在是咱三甲基督的时刻，请咱大家人阿头，请咱安静伫主的面前，请你大声为着你家己祈祷。阮亲爱的主，阮三甲祈祷的时，大声搁一摆感谢，因为主的恩典奇妙，主赏赐阮高洁。阮到主的面前的时阵，一面献上感恩的祈祷，另外一面也献上求恩的祈祷。阮恳求主，你家己怜悯阮这个世代，疫情已经超过一年久的时间。有真侪人真艰苦，求主你家己怜悯，求主你家己安慰阮。阮为着阮中间一寡年轻的人，因久长的时间无通去学校，久长的时间无法能甲因的朋友做一下，久长的时间无通去运动场，有真侪的限制，真侪的限制。求主你家己怜悯，帮助因有法能伫厝内。好好的祈祷，好好的读经，帮助因有可能找到属灵的材料，通继续养饲家己、造就家己，也帮助因有可能学习这个吞论，求主你保守，予因拢平安。为着一寡要去学堂的学生啊，来祈祷，虽然毋免逐日去，总是一礼拜。有时阵也着去一两摆，求主你保守因平安，予因去到伫学堂，对学堂倒来，这个路途这段的时间，拢得着主家己的保守，无拄着这个疫情，也无将疫情带去到家己的厝内。主君为着阮中间一寡人工作已经失去了，生意啊，这个收入也减少真多。阮为着在啊，伫经济的压力下面生活，的兄弟姊妹啊，祈祷求主你家己怜悯，做阮的力量，互阮学习靠着主，每一日通活着。阮想起使徒保罗，加是阮的话语讲，无论是伫富足，无论是伫缺乏，我靠着迄个赏赐互我力量的，我凡事拢会堪力，凡事。拢拄得调，求主帮助阮学习这个真艰苦的功课，互阮学习了，会通看见讲是的，主的话语是真的，是可靠的。人讲艰苦无法，总是主的话语讲有赏赐力量，主的恩典是够额的，因为安尼靠主就有法，靠家己袂晓得，靠主就有法能度过。毋是阮的力量，是主的力量。唔是阮诶作为，乃是主诶恩典。阮为着阮中间一寡人出来，已经得着即个疫情咯，已经唔好了。求主你家己怜悯，互其他人无搁去倒着，也互阮好好诶恢复，互阮诶身躯得着主特别诶恩待，有法能度过即一关，以后为主来做见证。主阮也为着。啊，阮中间有一寡个人，久长个时间无到礼拜堂来，真正毋茫讲有一日，有法能够坐落去伫座位顶面，边啊也阁坐着阮个同伴，阮个兄弟姊妹，大家人三甲开声吟诗，大家人三甲开声祈祷，大家人三甲阿喜来聆听主个话语，大家三甲。在礼拜堂的内面，在圣所的内面，主君渴慕迄个日子紧紧来到。在咧听候的时，求主予阮有怜悯。想到迄日的时，阮阁想到更加伟大的迄一日，就是当阮众人甲历代的圣徒要三甲聚集伫天国的大厅内面，三甲来敬拜主，袂通想象迄个时阵，迄个声色要偌大。你甲阮家己袂听见家己嘴所发出的声音，总是也是无停。诶，三甲俄罗斯，
这个是我们的盼望，因为主为我们打开了这个通天大道，为着我们开了天国大门，求主帮助我们在那听候基督的再来荣耀那一日，让我们带着勇猛，带着信心，带着君地主的心志。主，我们今天要三个敬拜主，愿主你也陪伴我们的心，让我们有文道的精神，将主的话语每一句都吸收下来，将主的信息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有可能将主的话生活化，求主听你的百姓的祈祷，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你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无遵照我的话行呢？我若到我家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也要甲恁讲，因亲像什么人？伊亲像一个人起厝，深深的压地，将根基安伫半石顶。到发大水的时阵，水冲迄个厝总袂摇动，因为根基立伫半石顶。独独听见无去行的，就亲像一个人伫土地顶起厝，无根基，水一个冲，随时就倒塌了，并且迄个厝歹个真大。咱感谢主，今仔日有咱的周星权团道伫咱的中间传讲主的话语，周团道咱大家拢认捌。啊！伊过去常常将这个主的话语带到咱遮的时阵，咱拢有真正好的学习。现在咱将时间交予咱所敬爱的周团道。哦，兄弟姊妹平安哦！真欢喜今日哦！有一个永兴哦，过来咱个教会哦，跟咱兄弟姊妹分享咱上帝话啊！拄啊，我真欢喜哦，也是享受哦，咱淡薄说，互咱的祈祷吼。确实这段时间吼，COVID-19 的办迄状况哦，办事咱来看，可能到年底啊，明年初吼，咱唔知看有改变嘛吼。啊，不过这段时间牧师提醒咱哦，咱个只厝内底吼，享受咱的耶稣基督，读伊的话吼，祈祷，用伊的诗歌。甚至吼，咱个拍电话互兄弟姊妹吼，也是甲牧者啦，也是甲同工吼，咱有迄真亲近的沟通吼，即拢会帮助咱这人。啊，兄弟姊妹，咱若有法度安尼做吼，就是我今日要讲的题目啦。哦，我今日要讲题目就是立根基啦。哦，立根基吼，啊，用迄《路加福音》哦，第六章吼，46-49出来。哦，其实咱若平常时吼，咱若有法度咧做吼，兄弟姊妹，咱唔单单是讲咱这人吼，咱甲咱时，咱甲咱时间，啊靠，就讲啊，我一天拢无虾米代志啊，我来做一挂代志，唔单单是安尼吼。其实咱若有法咧做的时阵吼，咱这个人吼，就只做这立根基的工课。哦，立根基对咱来讲重要无吼？还真重要吼。啊，不过这吼特别要讲的吼，就是讲吼立根基吼，耶稣基督帮助咱吼，这是意思是安怎吼？我个这是迄46-49吼，我都读给大家听吼。伊就讲哦，你啥事请我主啊主啊，也无惊我所讲的啊。既然就问我吼，听我遐个话来惊伊的人啊，我要报恁知吼，迄个人亲像啥物？伊是啊，亲像啊，人来起厝，骨头伊深吼，下甲下地基吼，伫石板顶啊，大水吼一下到吼。溪流啊，冲到厝，袂摇动吼，袂摇动伊吼，因为啊，伊起得好，因为伊起造得好，那是听了无惊的人啊，是亲像人起厝啊，伫土顶啊，无下地基吼，溪流啊，冲到伊啊就倒，迄间厝的倒坏啊，是上重的哦。但即面其实耶稣基督今日颁赞咱吼。咱个企业根基吼，可能甲咱明白的有只无同款吼。啊，即我讲头前，我著甲大家分享啊。我平常时我一个故事啦，我经历的代志吼。其实啊，咱做这传道人吼，也是服侍耶稣基督的同工吼。咱内底拢有真侪
计划啦，是讲计划啦，啊是讲耶稣基督为着要教会往前吼，我要计划做这个做迄个吼，啊咱也是讲，阮咧为着要传福音吼，啊是要做这班长兄弟姊妹读个圣经吼，咱就开始计划。哦，咱可能去什么团契啦，嘛是迄开始一个新的小组啊，咱有可能吼。啊，有时咱咧做中间时阵吼，咱就尤其我这个团队人吼，有时候我做代志吼，我才开始要替咱个耶稣基督做工作时阵吼。开始时阵吼，我祈祷，我讲咱来三个做伙来祈祷吼。啊，当间嘛找好啊，咱就来祈祷。啊，祈祷全拢有把握无？是讲，这是咱个信灵跟咱地地吼，啊，咱咧做吼，应该耶稣基督会帮助咱吼，所以咱这暑假开始做啊，应该拢真顺势哦。做啥物啊，等于得啥物规矩吼，咱有一个把握。啊，不过咱开始咧做时阵，奇怪嘞，奇怪，咱咧照这做吼，啊，为什么吼？咱万一讲一寡是个适当吼，无介意咱开始啦，可能讲攻击嘛有吼。啊，不过我发现吼，真侪时阵吼，咱咧开始准备。咱祈祷嘛有啊，哦，咱甲同工沟通嘛有啊，大家拢有法度做伙来讲，咱就有一个目标吼，咱大家聊无吼，咱来看卖有迄到迄有迄得到迄目的地吼，应该到遐无？啊，不过咱咧其实咱开始做中间吼，我这个团队人吼，有时啊吼，我来反省吼，其实咱做真侪决定啦，哦，也是要甲同工来吼，来看这咱要安怎来行的时阵吼，真侪时阵吼。我是吼明白的咧做吼，唔是啊，不过吼，我唔是照人耶稣基督驾驶来做啦。会安尼无？会哦。我都感觉这真好耍吼。就像吼，我就像讲，咧开会吼，咱来开会吼，咱来讲一款代志时阵吼，啊，你又感觉讲为着要解决这问题时阵吼，咱有时啊人甲人中间的冲突啦。啊，是咱要解决讲，那你有你的意见，伊有意见时阵哦，咱做伙来看时阵哦。我常常想讲，耶稣基督，我做一个团队人，我来做决定的时阵哦，迄阵哦，我常常做决定的迄阵，我都唔是照耶稣基督的话来做决定。我决定考虑是啥物？我考虑是讲，你我看我这人感觉介意到法度啊，啊是我明白哦，我认为安尼行才会使啊。你甲我意见无同款。啊，我甲无咧管你意见，是耶稣基督甲你讲啊，无甲你讲诶。我即卖是牧者吼，你都爱甲我配合。哦，啊，常常有时阵我做个决定吼，我着明明一件开始真水诶代志哦，啊，行到落尾时阵哦，啊，开始出问题哦。啊，了后咱着常常出问题时阵啊，尤其咱一个团队人啊，都常常讲啊，出问题就是讲吼，咱上第一要讲诶原因就是讲啊，大家基督无够。你得好好祈祷啊！啊，你拢无好好祈祷，恁都是祈祷无够吼，啊，所以咱即卖时间无多钱，啊，无就是讲吼，恁看，啊，恁无够配合，啊，恁都够配合够发多啊！我是牧者，我属灵的看见啊，恁大家来跟我同工，啊，唔就是讲，你看，咱做代志时阵吼，咱无照教育行，哦，其实我慢慢发现吼，兄弟姊妹，咱这人吼，计划是用的真多。咱想要做的代志用个真多，咱个想法用个真多。啊，不过圣经真清楚甲咱讲，咱用个真多代志，唔是咱这个人的骨力，唔是咱这个人的巧，完全是在咱耶和华的手中间。哦，所以今日来要读个，对我帮助，啊，是我要讲个，对我这个人帮助真大。我发现讲啊，是其实啦，真多时阵我做代志帮助兄弟姊妹，啊是教会要做事工的时阵，我考虑的吼，唔是咱耶稣基督的话，我大部分考虑是讲我这人想要安尼做。哦，所以兄弟姊妹，其实吼，咱做真多代志的时阵吼，咱无咧做好的立根基的工课，咱拢是想要从顶端开始起厝啊吼，啊咱就照咱的意思来起咯，咱无咧起咧石板顶端呐。咱都去个山头个顶冠，哦，所以今日咱要读个吼，我负担就是安尼吼。其实咱咱慢慢来发现哦，真侪教会也是咱平常时你个生活，你去办公室上班嘛同款啊。你只出来底，你甲你个牵手，甲你个爸母囝儿，也是你孙仔囝、孙查某囝，咱做伙来时阵哦，真侪代志。为什么讲咱平常时吼，看起来是真好，啊，开始有一挂细项代志出现的时阵哦，啊，牵手就冤家啦。啊，甲囝儿的沟通就出问题啦！啊，为什么？因为咱无立好的根基啦。
平常时咱甲咱兄弟姊妹吼，咱甲咱爸母、甲咱囝儿、哦、甲咱牵手，咱拢真少吼，有这时间三甲做伙来吼，读耶稣基督的话。那么真少讲啊，为这问题时阵吼，咱来牵手来，咱做伙来吼，替咱的囝儿祈祷。那么真少讲啊，爸母啊，我倒来你遐看你无？我来看你的时阵吼，咱来三甲做伙来读一挂咱耶稣基督的圣经的话。咱拢真少安尼搁做，我拢认为讲啊，所以咱甲人做伙时阵哦，兄弟姊妹，咱爱心灵哦，大部分的时间哦，咱来关心无唔对，咱互人知影咱的疼心嘛无唔对，啊，不过咱真少哦，班长，咱这个人甲咱关心的人哦，那三甲做伙，食咱基督耶稣，也是咱基督耶稣的话内底，咱三甲做伙来立根基啦。咱若有立好的根基的时阵哦，就像这讲的。大水也是来，河南的时阵呐，大风吹的时阵吼，咱甲咱牵手的关系，咱甲咱爸母的关系，咱甲咱囝儿的关系，你甲你孙查某囝、孙囝儿的关系，都会袂摇动咯。哦，啊，咱做工课嘛同款啊，啊，教会服侍嘛是同款啊。咱教会服侍哦，咱真少是讲哦，咱真少的服侍开始哦，啊，咱圣经是安怎讲的？咱祈祷时阵有迄上帝的话来印证咱即马做嘅代志是对无？所以咱在祈祷要起一个时间的时阵吼，啊，就像主啊、耶稣啊，你来帮忙吼，这是你的教会，你来听心吼，做这时间是为着你的兄弟姊妹。咱就想安尼吼，咱在祈祷了的时阵，咱就认为上帝会甲咱应准吼，来甲咱保守，这嘛无唔对啊。啊，不过兄弟姊妹，咱在祈祷的时阵吼，咱有耶稣一句话出来讲，你放心。我讲是就是，讲唔是就是唔是。我你一句话讲是正咯，就是正咯。啊，咱有迄款话无？咱真少哦。哦，所以我就正讲耶稣基督。哦，我那要做决定，也是跟兄弟姊妹来做伙看，甲长辈来看代志的时阵哦，我求你，求你将阮的基督的时间，互阮一句话嘛好。哦，互阮一个印证，这印证就是你的话。所以兄弟姊妹。哦，就像咱牧师来甲咱鼓励哦，咱一定爱哦，骨力个读伊个话啦，读伊个圣经。咱个生活中每一件代志吼，拢应该拢会有伊话吼来做咱个引导，正做咱决定个印证吼。啊，就是我今日要负担吼，所以咱来看吼。哦，其实哦，伊讲吼，其实正吼读起来吼，你来去读这46-49吧，像我佮像咱像另一段吼。啊，甲上下文啦，看哎，读起来佫无甚物关系吼。啊，佮你知影，即读起来佫像谚语共款啊，就教示咱这人啊，你爱立根基啦吼。咱常常教伊爱另外一句话，就是讲啊，你爱向下扎根啦，还是定根啦，往上结果子嘛。啊，这道理是差不多呀。即摆是讲基础啦，迄个是讲你按照一丛树共款哦。啊，再讲啊，咱这人要做一个工程吼。啊，神学家吼，就是神学家 William Berkeley 吼，伊认为哦，伊安尼吼。伊即个这段出来，甲啊上下文啊无同款，可能有两个可能性啊。一个就是讲啊，儒家哈收集哦，所有的耶稣者无同款张所讲的话吼，伊甲收集起来。所以咧，伊个目的吼，伊才讲这一段一段的目的哦，是咧帮助咱这人吼，光帮助咱只咱的生活，也是咱的生活的规则啊，来安怎来照咱耶稣基督的话吼，的规定啊，的教示吼，咱来过咱的生活。啊嘛，伊讲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咱知犹太人喺宣讲的时阵吼，犹太人吼，因就讲吼，因个这是因宣讲吼，因在教示一种方法啦。犹太人认为传教士吼，为着要保持听众的兴趣吼，所以啊，恁都爱加一个，恁卖加一个话题顶关吼，哎，安怎点伤久啦？所以你一个话题讲完，你即赶紧的换转移吼，到另外一个话题啦。哦，唔免哦，即个话题顶关哦，停留过久，哦，所以认为吼，即个神学家认为讲啊，即可能你咱读时阵哦，即拢无同款一段一段，可能分开吼。第一就是讲吼，儒家甲是耶稣基督即无同款所在，伊讲的伊该收集，啊嘛可能是犹太人认为讲哦，你讲在一段一段对就好啊，安尼你的听众哦较有兴趣啊，所以因此啊，安尼讲道吼，定定吼。好，咱你若去留，咱留就是讲前后吼，无迄连贯的印象。所以为着要更加清楚，咱看这个预言吼，预言的真实的面吼，
啊，咱就爱来读马太福音吼，七章吼，二十四加二十七节吼，就是这讲的吼。就是咱爱读这吼，伊就讲吼，所以吼，既然听我这的话吼来行的吼，要比拼啊，地势的人啦，去伊的厝吼，伫石板顶，雨落啊，大水沟吼，风吹冲到迄个去近厝啊，也未倒，因为啊，地基啊，伫石板顶，既然听我这的话无行的吼，要比拼啊，往南啦。去伊个厝啊，伫山顶啊，雨落大水沟，风吹啊，冲到迄间厝啊，就倒。甲伊个倒是上中。哦，所以咱读这吼，会搁较清楚一寡吼。兄弟姊妹，咱知影，即路加个，伊伫读个路加讲个经节内底吼，伊其实无像个马太福音哦，伊也真清楚，即河流个功用个角色啦。啊，嘛有可能是因为路加吼，伊本身哦，伊毋是巴勒斯坦人啦，所以啊，伊吼啊，所以对迄阵迄阵发生迄个遮河边哦，有啥物状况，伊可能无遐清楚啦。啊，不过咱知马太哦，伊是马太，伊是巴勒斯坦的人吼。马太其实伊知影河南啦、水冲啦、风吹哦，是啥物办事啦。哦，所以遮巴勒斯坦即个热冬的时阵吼，真侪河流哦，拢是完全的打沟沟啦。哦，都流落来一片吼，无水安怎？无水的沙层啦。啊，不过遮诶，寒冬的时阵吼，九月落雨吼来临的时阵啊，这康隆隆的河床吼，就变成了洪流啦。哦，所以兄弟姊妹，你要读圣经来知哦，因在救火的时阵，大部分拢是八九月落雨啦。所以吼，迄阵吼，八九月以前，因个河流诶，迄河床哦，是迄大沟沟的。啊，一落雨来的时阵哦，迄大水吼，迄真冲出来。哎，马太啊，马太是遐个人哦，所以伊就知影迄发生虾米代志吼。所以真侪人哦，迄阵要起厝的时阵哦，伊要找起厝的地的时阵哦，你来看，你来试看嘛。咱来可能遮温哥华遮，大家拢知上贵的厝遮倒一位，靠海边啊，啊毋就是靠河边啦，啊是遐个lake边啊，你有迄 view 嘛？哦，所以要起厝的时阵哦，伊要找河边来起厝，伊来去看哇，这景是真水吼。有河流啦，看迄人坐迄船啊，行来行去。啊，你我就想讲啊，真水啊！兄弟姊妹，你坐遐，风甲你吹，啊，看迄河流，啊，佮啉一杯咖啡吼，哇，真享受，是不是？我就想讲啊，我嘛有一讲，我嘛发到安尼啊，啊，咱做团队人都嘛安尼想咯，哦，好，啊，不过你想看，哎，所以要起厝哦，起遐咯，真享受。啊，要起厝的时阵哦。其实哦，伊遐所在吼，地理来讲，迄石盘是真歹，你真困难去甲挖，去甲掘啦。伊迄石盘是真硬哦，真硬的啦。你要掘哦，爱真艰苦去掘，啊，你嘛阁爱花费，你要用真大的气力吼，啊，你要迄技师到我都甲做成。所以有一挂人起厝时阵，伊讲安尼哦，真困难啦。咱都选择刷土顶管哦，较简单啦。所以起厝哦，为着要看好的景色啦，都啊个无想要遐忝啦，要省时间，要省钱呀。然后将迄山头顶悬的起厝，啊，起厝就哦，足水个吼，啊嘛真享受啊。啊，不过这雨来时阵哦，八九月时阵哦，大水来时阵哦，迄起咧山头顶悬的厝啊，都好难啦，冲倒了。哦，所以这背景就是安尼吼，这因为哈，马太吼伊清楚。啊、哦，伊是巴勒斯坦苏坦的人，所以了解哦，迄阵哦，迄发生什么代志哈？所以啊，咱兄弟姊妹，即咱都了解伊背景是安尼哈。所以咱落来看说，这有缘吼，都驾驶咱吼，咱就为着咱的生活，甲为着咱的信仰啊，咱要定下正确根根基的重要性。哦，所以马太是老家就往这来做例哈，唯一真正的根基啊。就是咧顺服咱个耶稣个教示啊，甲遵行啊，伊个话啊，就是甲咱个生活，也是甲咱个信仰哦，咱个立德哦，立德咧耶稣基督甲伊个话个根基上啊。所以你那是迄阵个人哦，你要了解伊讲个是啥物意思啊。所以咱吼，咱家来看来了吼。所以往这吼四十六甲四十九节吼，我来甲分做两段点啦。第一点就是哦，咱去看四十六到四十七节，甲咱解释讲，咱有四种信仰的回应。四十八到四十九节吼，就帮助咱哦，咱有两种无同款的比如啦啊。咱再来，咱来看四种吼信仰的回应吼。
这个预言是通过对耶稣的四种四个不同款信仰的回应来介绍的。那咱来读个经节来讲，第一就是咱会称呼伊做咱的主；第二咱愿意来到伊的面头前；第三，咱会聆听，咱会听见伊；第四个就是讲咱会遵循伊的旨意啦。哦，啊，在这四项中间称呼伊做主是上简单的啦。哦，咱个叫主啊，主啊，实在上简单哈。啊，不过确实是上无可靠的。啊，事实上讲出耶稣是主对咱基督徒来讲讲咱是信主的人啦，是简单的啦。因为咱来讲主啊，主啊的时阵咱可能不是真正接受耶稣基督是咱的救主，是咱生命的主，还是咱一世人的主。咱有时来讲主啊主啊的时阵咱可能把耶稣基督当作是咱的师父，当作是咱的先生，还是当作是咱的主人。有时咱讲主啊主啊主啊的时阵大部分就唔把咱耶稣基督是像天神同款啦，还是咱拜拜对象啊。主啊主啊，最近口袋也无钱吼，主啊主啊，我行路捡到两块啊五块。主啊主啊，我去收包买米的时阵其实迄只一块，我有一块，我有两，我有五块，伊找九块付我。我感谢主哦，迄四块是你给我的，五块是给我的。所以兄弟姊妹，咱有时话讲主啊主啊的时阵，咱是不是该真正讲主啊？主啊的时阵，咱该把主耶稣当作咱一世人，咱所唔忘啊，愿意把咱的生命交托伊的迄个主呢？是不是安尼？咱真少哦，所以对于咱基督徒来讲吼，咱来讲吼，咱嘴内底来讲耶稣是主啊，咱那其实啊，咱无咧惊伊的旨，咱无教伊的话哈，咱无惊伊的心意啦。啊，这吼，咱来读个四十五节吼，伊只讲甲四十五节的论点啊是倒并的吼。这我拍摄我关起吼。伊讲四十五节安尼讲，伊讲好难哈。对伊的心所执着的好来发出好，歹人对伊所执着的歹来发出歹，因为对心所充满的吼，嘴都讲出来。意思讲哦，你内底这人有啥物，你要好，你讲出来就好吼；你内底那是歹的吼，你就讲出来，嘴讲出来就是歹的。不过四十六十也是讲唔是哦，四十是讲哦，你嘴内底讲主啊主啊主啊时阵哦，啊你的心内哦是无甲咱耶稣基督当作迄个弥赛亚吼。迄个拯救世人的迄个主啦，所以四十六节讲的，迄四十七节才讲的吼，佮四十五节是颠倒病吼。所以兄弟姊妹，伊只班长哪看吼，咱来讲主啊主啊时阵吼，咱其实咱的信心是假的。你也听我的意思吼，你当然啦，咱当然基督徒上重要，就是咱的嘴内底心灵吼，也是咱的主啊，这是真重要吼。啊，我你也知我的意思，这意思是讲，咱来讲主啊主啊主啊的时阵吼。咱可能内底对主的话啊，也是主的迄应准吼，咱可能拢无把握的啦。咱是不是安尼？所以咱来求主啊，主啊的时阵啊，咱个当作一个宗教的方式啦。我可能主耶稣，你在遐无听见我，主啊，主啊，哎呦，我来了，我也来了吼。咱有时也是安尼想哦。其实咱来祈祷的时阵哦，耶稣基督拢知。耶稣的基督稳定教也，唔单单是为着你这个人，是为着全世界的人。绝对有够的哈，所以咱这人有七十都颁奖咱哈，你那要画出你的信用的根诶实际啦，好难怎样？你唔难啊，是讲你是一个基督徒哦，你在出来咧讲主啊主的时阵，啊你来画出讲，其实哦，你真正的信用啊，跟你的生活嘛是七十讲的三个动词啦，啊这三个动词啊，你个读个希腊文是现在进行的所以表示啊，这是习惯性的行为啦，大家是随时拢咧做哈。所以咱来兄弟姊妹，咱来就近啊耶稣，咱来听伊的话，咱来遵循伊的话哈。这三种的素质行为啊，是真为着咱这真正的学生啊，还是门徒啊，替咱啊打下一个根基啦。所以唔单单咱出来底啊讲耶稣基督是主哦。咱个爱就近耶稣，咱爱听伊的话，那么爱遵循伊的话，
安尼咱够有好的根基哈。所以咱就跟耶稣，咱在这是第一步啦。哦，所谓甲耶稣基督交杯关系啊，咱甲耶稣的经历啦，咱个灵脉耶稣，拢只就跟耶稣来对。哦，这三观的，这相共的关系中吼，咱其实啦，咱定定吼，兄弟姊妹，咱愿意来就跟耶稣吼，其实咱嘛定定，咱来就我拄下讲的例吼，咱来做决定的时阵吼，可能嘛是照我家己的意思来做决定的。所以耶稣基督帮助咱看，除了你来你照你的意愿哦来做决定的时阵哦，你有一个选择，你会使照知影我这个耶稣基督，这个你这主的意愿。哦，你知道我的心意是啥物？你嘛有法度来照我的心意来做代志。哦，所以虽然哦，咱定拢是照咱的意思行啦。不过这耶稣基督帮助咱哦，咱应该照伊的意思行。咱有法行的时阵，拄啊讲的哦，规矩哦，顶个嘛讲，你啥物树啊，结啥物果子嘛。哦，同款的，咱既然哦有法度对耶稣基督行的时阵哦，耶稣基督，咱就应该通过耶稣基督，和咱既然应该结出迄属灵的果子。哦，这艺术嘛是同款的哈，所以兄弟姊妹，咱一世人哦，恁在经历耶稣基督救恩，啊，这救恩哦，真实的公式啊，其实就是这哦，咱爱讲咱耶稣基督是主，咱爱时常随时啊来就近啊耶稣基督，哦，咱爱听耶稣基督的话，咱嘛爱来行耶稣基督被人做的代志，这就是咱爱做哈。所以咱在48-49吼，哦，这歹势吼，伊就讲吼有两种无同款的比如啦，哦，所以信耶稣做主吼，啊，不过咱无跟对耶稣基督是咱的主的时阵哦，是完全无同款哦。咱既然愿意来到主君耶稣，来到耶稣的面头前，咱愿意来聆听耶稣，来遵行伊的旨意，这两件是无同款的吼。所以耶稣就用这个48-49这比如吼，来帮助咱吼，知影这种两种无同款的所在是啥物，这区别吼。这个比如吼，唔是关于啊，咱明白甲信任耶稣，哦，甚至啊，唔是关于啊，听到耶稣吼，这两个起作者吼，伊拢安尼做，伊拢明白，伊嘛信任耶稣，伊嘛会听到耶稣吼，啊，差别是啥物？这就是有一个吼，知影甲耶稣的人吼，是安怎来行事的啦。所以兄弟姊妹，咱拢是基督徒，我明白耶稣，你嘛明白耶稣；我信任耶稣，你嘛信任耶稣。咱拢是主日啦，来听咱牧师来讲咱讲道，咱拢听。啊，你在厝内底，你可能电视啊、internet 啊、YouTube 拍开吼，啊，加落听真侪人讲道人，迄讲道的人才讲道，咱拢在听吼。啊，不过可能你就比较够实在，为什么？因为哦，你唔单单是听，你唔单单是信任咯，你个照耶稣基督的意思是行。啊，我这团队人哦，我唔单我是听哦，我嘛信任咯，我过来驾驶人呢。啊，不过我真侪代志我咧做时阵哦，我是无照咱耶稣基督的话来生活来做代志。啊，所以哈、哦。不过吼，兄弟姊妹，现在应该听到耶稣基督话哈，啊，无去行伊所听的话哈，就是这讲的，就像一个王的起座者啦。你家迄厝吼，你去迄沙土顶悬吼，哎，无法度经过迄大水的冲击啦。哎，这一方面，这有两个意思哈。在咱的今世哈，就是讲吼，你所做的工程哈，根本你迄大水来啦，哦，撒旦来啦，还是迄，不管是啥哩，你迄大水一来了，你所做的工程就无咯。啊，另外一方面就是讲啦，咱在来世，咱在未来啊，来世的时阵吼，咱面对咱耶稣基督，迄阵咱个审判台面前吼，你讲你一世人，哦，耶稣基督，我在地上哦，我在你起做你的工程呐，我来传福音呐，我来驾驶人呐，你看那做起来工程，哇，真水吼，啊，我都是无时间只领咖啡啊，其他拢在做啊吼。啊！耶稣基督讲：“啊，你去的拢是只沙土顶悬呐，新搬一来之后，火一烧吼，拢无咯。哦，这两层的意思，一个是咱今嘛，一个是未来咱面对啊新搬时阵啊。迄、哦那個、大水一冲落，无就是讲完全啊，好毁灭的。哦，那么在咱在面对咱新搬台时阵哦，咱的上帝用火吼、哦、来试炼咱所做的工程嘛，工程嘛。你起厝吼，你的材料是啥物？一烧都无。”哦，你赶快，你去咧，迄沙土顶悬，大水一冲，新搬来嘛无啊吼。
所以主耶稣吼开始吼，伊咧加利利的时间的时阵啊，咱来去读路加福音吼第四章吼十八到十九节啵。伊就知影咱耶稣基督因吼以赛亚六十一章吼第一节，伊就讲伊家己是迄主的受膏的啊。啊，赶快吃吃吼，主啊，各因以赛亚二十八章吼十六节，讲伊是迄稳固的基座啦。啊，凡啊起坐第一吼，盖伊为顶冠的吼，是袂摇动的。哦，所以耶稣基督用这两个，哦，用这两个起坐者的例吼，来教示咱四十六甲四十七节要讲的是啥物意思。哦，啊，兄弟姊妹，安尼够清楚一寡吼。啊，了后就是吼，我来问大家吼，这真好意思。啊，是啥物会予人选择吼，起坐在沙土顶冠的？哦，啊。同样啊，咱为什么咱做工程啊，起厝，咱个选择吼？所以耶稣基督讲，明明都有两个选择在面头前啊，一个吼，你爱教我话，一个咱常常拢接家己意思啊。同样，我拄仔讲迄起厝吼，哎，迄石板是真困难哦，你要真大工程，到我都挖较深啊，来起厝啊。为什么咱人会选择啊？第一，咱无想要着磨劳苦；第二，是因为咱啊浅见吼，咱滚利啦。啊，无想要落课，就是讲啊，咱无愿意去挖掘啊、石盘嘛。沙吼对咱来讲，搁较简单嘛，啊，麻烦嘛，真少嘛。所以就意思讲啊，行咱的路吼，比行耶稣的路较简单嘛。啊，是不是安尼？咱吼，那行我家己要教伊的路，我是哇真欢喜哈。上好是大家拢跟我同款哦。所以咱讲耶稣基督的路，我常常是讲主啊，迄耶稣基督的路唔是救团道的路。哦，啊，咱行迄路简单哦，啊，麻烦少少。啊，不过结局是啥物？结局是毁灭的。耶稣的方式是安那？耶稣方式办怎那？唔单单是今世，嘛是来世完全安全的道路。哦，所以兄弟姊妹，啊，咱常常要选择哦，是因为咱无想要落课。咱行家己的路较简单哈，对啊，浅见啊，滚利啊，浅见滚利的人哈，将来啊都无想过讲，可能我这阵起厝了，老过月了哈，我选择的地会安怎？迄雨一来，大水一冲都无啊，所以就只伊过伊就过你目过伊目前的啦，伊无想到讲六个月了会发生什么代志哈。其实，在咱的生活中哦，兄弟姊妹，咱每一个决定哈。咱知影，有些一个也是咧，互你浅见的；一个是安那有迄吼，有一个远见的选择啦。咱会知吼，所以咱赶快咱做决定的时阵哦，咱尤其啦，咱在服侍人的啦，当工也是咧厝内底。我就想你有囝儿好啊，你要班长你的囝儿的时阵，哦，你的囝是查某囝出生的时阵，你看这个 baby 真古锥哦，啊 baby 回来抱咧手内底，看这个种。那美国人就讲哦，美国人以前讲 ，This one, my son, will be the future American president， 是不是安尼讲？哦，这美国总统生出来了哈，啊，还是讲你查某囝讲哦，有人即卖嘿哦嘿，即卖有个人查某囝就哦，这不真水哈，后摆去做大明星，啊，咱来看哈，啊，咱来看时阵啊，为什么？咱看唔是即阵哦，咱看是未来哦。啊，咱讲这未来吃吃，所以咱做爸母的帮助咱个查某囝啊，咱囝儿吼，咱都爱出的钱啊，咱个贴心啊，注意细汉就个教育啦、安排啊，啊老爸吼、老母安尼调拨咧做工啊吼，一工安尼做二十四小时啊，目的是啥物？帮助你个囝、查某囝有一工用个得，会教你要唔忙伊吼，教迄个所在嘛。所以咱做爸母安尼做时阵。啊！唔过，咱定定吼，咱在服侍咱耶稣基督，哎，奇怪，咱都无安尼做咯，是不是安尼？哎呦，所以咱做事工，咱去做啥物工程的时阵哦，咱考虑的就是今嘛，那么是讲后摆吼是安怎？所以兄弟姊妹，咱做，咱那是一个浅见的人哦，咱就会选择了去做这沙土顶管啊，去做这石板顶管，爱时间，爱调磨，啊，唔过这影响啊是永远的吼。所以吼，咱啊真正有法度快乐嘅人啊，就是啊，咱无用现实嘅快乐啊，来取代咱未来好处嘅人，是真正快乐嘅。会晓因吼，隐形嘅眼光啊，唔是因吼眼前啊一时嘅视野吼来看待事物嘅人吼，是真正快乐嘅。啊，所以你若知影，你若班长人，兄弟姊妹，还是咱来服侍教会，还是你生活。
咱那看较远一挂时阵吼，你这样会快乐的。哦，无咱那看迄目前的哦，那是真艰苦哦。所以哦，我的结论啊，甲应用就是安尼哦，兄弟姊妹。哦，咱那其实，到时阵咱知影吼，艰难的道路吼，通常是上好的道路的时阵。啊，咱个长远的看法啦，啊，始终吼是正确的看法的时阵吼，咱会得吼。耶稣的教导，诶吼，咱用来起厝、起造这厝啦。咱知咱起造的厝吼，无迄大风雨吼，会甲咱摇动咱的工程的啦。啊，最后吼，上重要是咱这人啊，爱服从啊，耶稣的话，听见因啊，却无顺从的人啊，是枉的啦。啊，聆听甲顺从的人，在审判的日子到的时阵哦。咱家车吼，只石板顶悬起有坚固钢筋基的厝的人吼，咱是同款安怎安全的？哦，所以兄弟姊妹，这真有意思啊！你呐，我即摆来读个马太福音还是路加福音哦？我讲耶稣基督，其实哦，迄阵来读刚刚你的话真简单哦。哦，啊，其实咱做基督徒做愈久的时阵哦，愈简单的话吼，咱啊国家无去做。是不是安尼？哎呦，哦，所以这边唔嘛吼，今日我的分享吼，我的迄信息，用个帮助我嘛，帮助你吼。那个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我要真做你真正的学生。我唔单那是讲，我出来讲你是我的主，我愿意就近你，我愿意听你的话，我嘛愿意来听你的话。安尼，我这个人干个立，这好正确的根基啊。唔单单是我这世人吼，而且耶稣基督中间，我内底有把握。迄把握唔是讲我做虾米代志拢会成功，迄把握是讲哦，我起做的物吼是永远的。哦，阿妈唔单单是安尼，即未来时阵哦，咱拄啊咱个牧师基督的，咱只顶关只圣殿的大厅中间的时阵哦，咱甲兄弟姊妹说，甲做伙来阿罗咱个上帝时阵哦，迄阵咱这人甲因同款。咱这个人感觉真安全，为什么？因为咱知影咱的工程嘛是咱上帝天父所教伊。哦，兄弟姊妹，这就是咱基督徒。哦，这嘛是应该咱一世人爱安尼做较对。哦，感谢主，咱三个做伙来祈祷来。哦，亲爱主耶稣基督，感谢你。哦，今日透过你这路加福音啊，第六章哦。四十六到四十九十来帮助咱这个人，哦，帮助咱要真做真正耶稣基督的核心哦，咱有安怎的生活，啊，咱安怎的实际啦？唔嘛，咱这个人常常提醒人哦，唔是讲伊唔慢，咱都应该来做个对啦。咱卖搁来起做迄厝哦，加刷土顶管。咱要起做吼，咱那个厝，咱个工程哦，是加在石板顶的。咱加那些骨哦是困难，不过这是有价值的。咱加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顶冠来建立咱的根基，唔单单是即世人咱得到真大好处，嘛是未来对咱一个永远救恩的保证。耶稣基督，多谢你哦，提醒咱这个人每一日的生活，咱每一个决定，会看较远的，卖做一个浅见呐、功利的人。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以兄弟姊妹好处为好处，为教会往前，是咱往前的大家做伙看的目的。哦，这嘛是耶稣基督，未安尼，未欢喜咱安尼做。所以耶稣基督，阮感谢你，感谢你的话，感谢你的教示。这是阮的祈祷，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咱感谢主，今仔日咱搁一摆食大餐吼。咱的周团都用路加福音真啊几则的经文，就带予咱遐尼多诶，即个宝贵的家事。咱感谢主，咱搁落去，咱要三甲来吟，咱的回应是，请咱三甲开声来吟。Thank you.
各位兄弟姊妹，咱现在三甲起立，咱要三甲来感谢主。阮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今仔早起，你将你的话语赏赐予阮。阮只恳求主也赏赐予阮会晓顺服的心，因为你讲，阮不但要叫主啊主啊，阮更加要照着主家己的吩咐、主的家事来活。感谢主，宝贵的信息摆在我们的面前，帮助我们最好的选择，最聪明的人。现在兄弟姊妹三甲基督，用主祷文来三甲基督。我们在天顶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最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顶，亲像行在天顶。阮日用的饮食，今日赐予阮，赦免阮的罪，亲像阮赦免得罪阮的人，无叫阮拄着试探，拯救阮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阿门。三一上，咱三甲来。阿罗感谢主。大家领受主的恩福，但愿救主耶稣的恩惠，但愿圣父上帝的慈爱，但愿圣灵保惠师的感动，常给咱众人三甲之力，帮助咱将咱的帮助建立在磐石顶面，做聪明的人，用心育人。阿尼的祝福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门，阿门。愿主赐福给你，愿兄弟兄更坚
主彼，也愿主彼。